要有女人员跨海教部长。日剧天后林濑遥昨天抵达台湾，300名粉丝闻风追到桃园机场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近70%是小女生。部长，どうしたいんだよ。私には読めません。代わりに部長が読んでください。电视剧《鱼干你又怎样》在日本平均收视率13.59%，续集《鱼干你又怎样二》比第一集多出1.81%，今年登上大荧幕。他此行来台3天2夜的任务，就是为了宣传新片《鱼干女又怎样》罗马假期。私と世界を股にかけてイチャイチャしたいんでしょ？この私と君が胸キュンキュンの切ないラブストーリーの真似っこするなんて、いや無理無理。他和部长藤木直人昨天早上在日本川崎市举行结婚典礼。哦，误会大了，是新片首映会。下午他孤单一人出席记者会，上台前先恶补中文，快来听听看成效如何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濑遥，很高兴来台湾，谢谢。他说完还偷瞄一下手上的小抄，真的是很卡哇伊呢。第一次来台，除了想品尝小笼包，也想塞牙齐吃好料。何ですかね、タピオカとかクラムチャ、あと夜市に行ってみたいです。博物館入ってみたい。有一个方式最安全，待会坐我的车，好吧？我知道。就在那。鱼干女笑而不答，黄子佼等于间接被打枪。但他录一段口白当作见面礼，台上台下的作风随和，亲民不摆架子。你待会可以帮我录一下手机打铃吗？嗨，谁呢？不加，不加。苹果新闻今天出席2场见面会报道。